哎呀，王子，你走去会馆的厨房提这是要创啥啦？难为我们，都捷径到这边。等下风采下轿车一定会经过这，你就点点的看我替你报仇就好啊。哎呦，哎，王子，你看你坐车就危险嘛。没了，这楼梯才几十年尔，煞袂死啊。爹爹就是给伊设一个尻川开花尔。唔通安尼啦。你来啊，咱紧离开，已经到关了，等你。哎是讲我感觉身体本来就无啥问题，哪有廖王子讲讲的哦？我感觉身体拢怪怪的，伊是无可能甲我下毒啊！阮当时会惊我，愈来愈近啊！对，搁较晚一点啊！干嘛未比上退休？哎呦，感觉巴肚怪怪啊！可能是拄好水啉伤济关系啦。啊，嘛唔知附近洗手间无？你哪有话头离开啦？一定是看破你的脚手啊！好啊啦，咱两人拢无伫会馆，安尼算是翘班呢。别管伊回去，较要互人讲伊阿话。哎呦，爱讲伊阿话就互人去讲啊！反正我本来就是靠关系来上班的，那是不好就来搞加啦。王彩霞应该是去变数，一旦呢，佫会转来吃，咱就继续踮伫遮看好戏。你卖苦恼啊，我要转去啊。老公，你就陪我伫遮看王彩霞的报应啊。等下伊下落去，我阁会当去甲伊扇嘴巴，甲伊连环巴呢，假死迄个老妖婆。啊，万一想要甲我拍，我就惨嘛。我主要你做我的靠山嘛。那你就卖阁闹啊！我要等你回馆，摕清洁剂甲遐油清清的，那些人跑到就害啊。老公，多谢你，万一不要处理这件代志啊。啊，老婆，我嘛真正唔知要找向三雄。你想要创啥？你对我较客气的啦。姐，你先走。好。别再过去啊！我疼死啊！哎呦！哎！想叫你出来动啊！你是唔甘的，我今日下落去哦。我就跟你讲，莫有白来，你就是唔听。那些还不够的人，跋倒是要安怎？老弟，我跋油了。原来伊是为着要救我，唔才害家己跋落去的。咱来看卖。廖蒙子，你也欠你没公德心啊！才公园中数呢，你两个人斗游啊！我唔是针对你啦，我想知影你会这个时阵行来遮啊？吴云姐，还是我唔知影你学报我境遇，啊那无我也袂应该有条的。对啦对啦，就是你啦！啊，你哪会这么低薄哈？阮阿的心肝也无这么歹啊！你就是对伊伤过封闭。唔才会害伊跋倒，伊是王抢船的，我当然惊着啊！现在伊要创啥？好啊，蒙子，明明是伊家己做唔对，害我跋倒的，你莫讲硬拗啊！吴医生，我要回家了。
因三个人是安怎会到这位啊？我并无甲任何人讲信贤是咪久的代志，所以伊应该是唔知影才对啦。你有要紧无啊？敢要找你看医生？唔免啦，你无代志就好啊。哎呦，你看我真正无代志啊，小可断掉尔。一双目睭，甲阮翁金金啊看是咧看啥？敢是伊对你英雄救美，你着对伊动心啊？袂用的哦，伊是阮翁，你即马嘛有翁，你袂当对伊有歹心思哦。你较冷静个无？我只是看吴信贤拄只一挂动作，我想起一挂代志。金玉，你应该甲我同款。想到同款的代志，恁是想到啥？美姑，飞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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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路啦，走较慢点啦。是要按哪飞啦？咪姑就是安尼啊！明明讲好要讨论安怎替客白过生日，阁有买啥物礼物，结果你煞先买一个风吹来耍。我是看恁两个就想要耍，我才会买。拢你的话，安尼客白生日要安怎？无，咱家己报的，学校做劳作，毋是有整一寡材料，咱会当伫遮，伫这个树仔卡挂彩带，点一挂蜡烛，就甲小星星同款。涂卡应该是萤火虫吧？都差不多啦，萤火虫就萤火虫，啊就安尼挂定哦。好啊，啊唔过你一定袂当平单，后尾拢放给我甲小雨哦。无问题啦，这恁先摕去耍，我来想看下要安怎报的才好。正本来就是两爿啊，安尼就是无代志啦。歹势啦，你的风吹飞草啊。风吹飞草哪有要紧，嘛不是人拍无去啊。你着爱学别人讲，人若无缘无故会拍袂去。就是讲啊，而且咱拢这么大汉啊，我嘛知影返去厝内的路。对吼。知影路就袂拍无去啊！行啦，继续讨论替客要过生日的代志。原来你的感情这么好啊！是啊。不过真可惜，咪姑即摆已经无伫。你唔是讲伊已经变成植物人啊？啊，若是植物人，不如死去搁较轻松啊！伊安尼话咧，点都较艰苦呢。我甲金玉甲咪姑三人组成，相依为命。
虽然熬了米谷化成意外，变做植物人，但不过我境遇，还是抱着一点希望。我在家有奇迹出现，突然间甲米谷救醒醒，安尼，我就会当个过去看看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可能是我听到恁过去的代志，受过感动啊！我嘛真欣赏，恁有一个这么好的朋友，会当互相做心内的瓦壳，真啊最幸福的。真的算是幸福了，阮的人生拢控制掉的，跟我们所想的完全无共款，而且上心爱的人，唔该分开啊！对哦，根本不答应生啊！至少你有回忆啊！我猜想我，是一个连回忆拢无的啦，连要思量想拢唔知影。也毋过至少即摆你清醒啊，知影要反抗饭菜下重新做人啊！那呢，我相信对即摆开始，你一定会当有家己。全新的未来人生，我哪的未来就是我。好啊啦，你一直讲卡在的代志，和我阿兴生是啥物意思啊？是挑过伊家己刺激，让伊伤心哦、喔。萱萱，歹势啦，因为度假做出甲米谷同款的动作，我只是想要过去的代志，我无白意思。是讲，安尼讲起来嘛，真卡含的。信贤哥竟然会甲米姑做同款的动作，我哪会这样拄好？可袂这样拄好，你就是米姑。哎呀，别讲啦，别讲甲我是要冒充相来把个禁欲甲文瑶。太贤啊，拄只拢是蒙子弟后背来，差一点仔还禁欲霸道啊。萱萱，不管做阿姐感谢你出手保护静玉。啊对了，那油要处理一下，别含不到。哦，你放心嘛，我会处理的。那你用钱来造？哎呀，我就来讲过啊，大概拄到你就无好代志。啊，画画，咱赶紧回去，提清洁剂把遐油清清的。啊！想要一个都不能少，我到底永远欠一个啦。吴先生啊，我永远哦，无可能让你变作是米姑啦。